해라. 내가 바로 너의 팝핀. 谢谢飞翔舞蹈团今天的热辣的开场舞哈。大家好，我是李勇，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飞翔六加一，热烈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随时希望大家和我们保持联络，可以登录中国网络电视台 CNTV。 这里呢要感谢金立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欢迎你们。今天依然是有三位主人公要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而且节目组呢为每位主人公都准备了一个梦想宝盒，宝盒打开之后呢就可以圆选手的主人公的一个愿望。依然呢我们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号主人公，在他出场之前呢，我们先透过一段微信儿了解一下他，导播。大家好，我叫张瑞，今年28岁，来自美丽的云南昆明。从我的服饰上，大家就能看出来，我是一名宜家女孩。这次来非常六加一的心愿呢，就是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这次来到非常六加一，一号主人公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来，我们掌声请出一号主人公张瑞。欢迎张瑞来到非常六加一。来，张瑞，哎，这个彝族男女见面怎么行礼的？是握手啊，还是拥抱啊？没有那么开放，都还是很保守的。怎么保守法？就是初次见面的，就是点个头笑一下。哦，错了错了，应该是拥抱拥抱。出来。刚才是唱的一首彝族歌曲，一开始呢还能听明白，到后来就听不明白了，大概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山好水酒好喝，我俩有情成一窝。有情就成一窝。对啊。这个应该是彝族的佳酿了。就我不客气，我带你们品尝一下哈。好喝，好喝。哎，这个杯子也好看哈，木质的，木质的。勇哥，你把这酒喝了，这个是什么酒你知道吗？彝族的佳酿嘛，好酒啊，不错。这是咱们的定情酒，你喝了怎么办？哇，你。这我可没办法了，那你喝了我的酒，要不就我在这儿，你给我解决一下我的个人问题，要不你就跟我走，你选吧你。别起哄，别起哄哈，你别说了，导演这段拿掉，我怕我老婆知道这事。
其实我也挺高兴的，我也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但是呢，我这人通常是没那贼胆的人啊。早说呀你，好久。我就不跟你走了，这算是咱们相识一场哈。我这样，我可以帮你个忙，我帮你去这个提亲。好啊，可以。说定吗？没问题，没问题。你们彝族姑娘都有什么特点？我好去给人介绍。你说吧。勤劳善良，朴实聪慧啊，然后再一个能歌善舞。够了吗？勤劳善良朴实聪慧，那得到一个窝里之后才能体会得到哈。能歌善舞我们现场就可以做得到，能做得到吗？行，没问题。来，能歌善舞的张瑞。哎，谁如果娶了张瑞回窝里的话哈，那跟娶了一位舞蹈演员一样哈。那这样，刚才既然我答应你帮你来这个提这个亲哈，我就试一试哈，看你满意不满意哈。我们来请上这位来。张瑞，这样，因为我具体还没弄明白你的这个标准，你看我请来两位哈，一位呢个高啊，窄脸，鼻直口方，相貌英俊的哈，一位呢也是相貌英俊啊，个稍微低一点，但是很壮实啊，小伙子很壮实。我不知道你们彝族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比如说婚俗。我们的婚俗啊，就是首先是要背亲。背亲，对，顾名思义就是背，对，要背着新娘，然后要从这儿要走到婆家。你哪人啊？黑龙江。黑龙江，那你还得先走到昆明，再从昆明再把他背到黑龙江，然后你孩子都老大了。你家乡在？我呼伦贝尔，内蒙古。
哎呦，这大对角，这是哈。那咱们就尝试一下彝族的婚俗悲亲。这我有一个要求，是这样哈。二位呢只能留下一位，咱们采取淘汰啊，因为我要给张瑞答应他嘛，为他找一位最优秀啊。我有一个要求，是这样哈。就绕着这个舞台，就这么大个范围来悲亲，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啊。那张瑞呢，你也有一个任务，就是边悲亲我要撒一些糖，你们背着张瑞要捡糖，然后张瑞往罐里面装糖，完后我数一数，谁捡的糖多那谁就留下，捡的糖少的那就只好在旁边傻傻傻呆呆的看了，张瑞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行吧，来。帮人家一下啊，记住啊，就在这个白圈里面，你看我弹的在白圈里面啊，来30秒钟计时开始，给一个一个啊，一个一个剪，一个一个交，让着你这大哥嘛，我就这么些糖基本上都让你这弟弟给捡光了，再给你30秒钟你也捡不过他呀，那胜负已分了呗，胜负已，你看累着一头汗哈。我觉得大家都是明眼人，我刚才撒了这一舞台的糖，现在你看他弄了这么一篓，现在我都能数出这台上还有多少罐糖，那你那是你女朋友吧，反正看来也是该着，谢谢啊，谢谢。张瑞说说这小伙子怎么样，你先评价一下。好是挺好的，你看这是帅哥的标准。哎，你看，而且还背了你嘛。但是勇哥，我又有个事儿没跟你说明白。什么事儿没说明白？那个就是在咱们彝族呀、啊，就是背亲的都是陪郎，然后新郎不背亲。对不起啊，我刚才没来得及说就那个什么了。大家以后见到彝族同胞啊，凡事都得问清楚了，先别抢着喝酒，然后那就是定亲酒，背了半天那是伴郎干的活，我抱歉，我也不是特清楚，没事，小伙子咬着后槽牙，没事，谢谢，幸亏没遇到这样的尴尬。哎呀，张瑞呢能歌善舞的啊，而且呢刚才小伙子也背了，也白背啊，伴郎。我们还是详细的了解一下张瑞的个人情况，来找我。今年28岁的张瑞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目前在昆明市官渡区文化体育局工作。从小便离开父母学习舞蹈的他，性格坚强豁达。就在2005年的时候，张瑞参加了云南省旅游局举办的旅游形象大使评选活动。文化程度大学官渡区文体局职员。有一个梦想始终深藏在我的心底，那就是我希望用我最优美的舞姿告诉还没有来过云南的朋友，云南有多么美丽。我希望通过我的表现告诉来云南的朋友云南人民的真诚热情和善良，同时用我有限的青春为家乡增添无限的光彩。
经过一系列的选拔，张瑞夺得了当届比赛最具亲和力奖，并成为云南省旅游形象大使。刚才呢，评选出来的最具亲和力奖是六号选手张瑞。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张瑞先后担任昆明电视台体彩节目主持人，并拍摄多部旅游形象宣传片。2007年，张瑞再次被评选为阿诗玛形象大使。张瑞，能跟我们说说你选择另一半能和你在一屋里的他那标准？其实很简单，我们都是普通人，也没什么更多的标准。我觉得主要是要看着有眼缘，有看上去就哎，就眼缘，就看着，比如我看着就特得劲儿，你知道吧？就这种的，就一看就很想跟你成一窝那种，就看上去啊，看上去顺眼，对，很舒服，啊、舒服，对。啊、然后这个是最基础的，然后呢，其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标准，我觉得也健康，身体要健康，对，但是也不需要有他有多少钱或者有多少权利，我就觉得只要是对我好，人好，然后能给我一个有安全感，这么一个得孝敬父母，对对，孝顺，这个是，总之是得是一个好男人，对，没错，像勇哥一样的好男人。我们刚才啊，工作人员现场挑选了几位貌似好男人的，因为没有深切交流嘛，他们每人都拿着一支红玫瑰。现在拿红玫瑰的男生到这儿来排队。好，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诺言，打开梦想宝盒，看看张瑞的愿望。一束白玫瑰，来，第一位，怎么称呼？小李。小李。欢迎你到昆明来，欢迎你到昆明来。什么意思？你看一看其他人，好不好？好好好，来，称呼。啊？怎么称呼？姓刘，姓刘，姓刘。小刘，紧张什么呀？欢迎您到昆明来。站队。又上来。没有。只要去有机会就去争取。啊，称呼那个豆一、那个、豆一啊，豆先生，欢迎您到昆明来排队。称呼姓张。有女朋友吗？有了。走吧。瞎凑什么热闹的？称呼？免贵姓李。有女朋友吗？没有。好。欢迎您到昆明来。现在，除了那位被淘汰了以外，每位小伙子呢？都拿着张瑞交换的白玫瑰，而张瑞呢收了一束红玫瑰。红玫瑰大家都知道，它代表一种哦，什么意思？知道对不对？那白玫瑰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告诉四位哈，白玫瑰代表的就是白，向右转，起步走。其实从刚才大家送玫瑰
每个男孩子男生啊那种羞涩绽红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张瑞呢不缺乏人追，追张瑞的人太多太多了。在这呢，我们衷心的祝愿张瑞呢能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位像你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哪哪都好的好男人，不见得有什么拥有什么，只要对你好啊，能够照顾到你。那接下来张瑞送给我们大家的才艺，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是我们彝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烟和舞。烟和舞，来记住一号主人公张瑞。是台非常六加一，欢迎继续收看。接下来各位将见到的是二号主人公，出场之前依然透过一段微信儿先来了解一下他。导播，大家好，我叫梁迪，今年23岁，来自于辽宁盘锦。我的工作是一名看守所管教民警，多年的警戒生活练就了我干练果敢的性格。今天来到非常六加一，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其实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这个心愿是与爱情有关系的。我希望以后我找到那个他，不仅能够接受我这个人，而且还能接受我的女儿。来，我们掌声有请二号主人公梁迪。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欢迎梁迪来到非常六加一啊，辽宁盘锦的看守所的警官。对。Madam， 这是我不敢。警官，梁警官你好。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女警官跟你拥抱一下。嗯。好不好？一群 Madam 抱我。头回和女警官抱，不汉子。刚才在介绍微信当中看到呢，这个你提到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要想接受我，先得接受我的女儿，这事儿有点难办。敢问梁警官，女儿几岁了？女儿3岁了。乖不乖？还行。他平时爱玩什么游戏？特别爱玩球。只要男孩子性格。对呀，我平常会给他刮刮胡子呢。刮胡子？对呀对呀，修理修理。那女儿今天来了吗？来了来了。能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吗？来，大闺女。哎，大闺女。哎，来伙伴。不带这么玩的啊。梁迪，梁警官，这就是你说的你闺女。对呀，勇哥，你别怕，别怕。他叫什么名字？虎豹。啊，既不是虎也不是豹，他是狗。不是，我见狗紧张，你怎么能把他制服了？没事，勇哥，你别怕，我带家伙来了。那你把你家，我是家伙，你不把他制服了，我就不过来。制服了。不是那个杨警官，你的枪待会儿能让我用用我防身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你指着他，别抬起来啊。那你我指你了我，哎哥们儿，帮个忙行吗？他我也不能这样主持一期节目啊！你看你们一鼓掌，这还是纳闷呢，这么些人啊！你看我干嘛？他是3岁了。3岁。这就是你说的你闺女啊？对呀，我大闺女。哎，那3岁孩子干的事儿，他都能干吗？勇哥，您说一个。我枪指你了。他不用枪都行。你比如说，现在孩子呢，家长呢都给他们教数据，他识数吗？他来，大闺女，来告你勇叔叔，你识不识数？来，你把他牵起来，你。我都累，气糊涂了。我爸。给你勇叔数一个啊，一声，好小，两声，好三声，好，
谁这么弄他都行吗？勇哥，你来试一下。我不是。试一下。我坚决不是。用手指头就行。那家伙，我一手就我伸出去，只剩四个了。我呀，我善解人意。你来，你刚才不手伸挺好吗？没事，我保护你，有我在呢。好好，这是狼狗，然后呢，你伸手指头看它能叫几声，是吧？看你管用不管用。你不，你就从简单点，你跟他过不去啊，他会奥数啊，你还咋地啊？哎，来，你伸手。理都不理你，你离他近点。你不识数啊！啊，你看两声好，你再试一下。哎呀，这厉害啊！你伸一个一，我看看。我看你最后剩几根手指头。哦，你害怕呀？没事儿，你敢来试试吗？我保护你。那不行。谢谢你啊，谢谢。梁警官讲了，要想接受他。就必须接受他三岁的闺女虎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娘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好不？梁迪家在辽宁盘锦，是盘锦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一名看守民警。每天梁迪的主要工作便是在看守所中巡视。非同一般的工作使梁迪养成了谨慎认真的做事态度，比较严肃，温柔不起来吧，应该这么说，总是给人感觉比较硬，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工作之余，梁迪最大的乐趣便是和虎豹在一起。虎豹，几点了还不起来呀？来，几点了？啊，几点了还不起来？啊，就知道睡懒觉，一天天的。走，干点活，让妈妈带你玩去，好不好？好吧。你看你还撑懒腰耍赖，走干活去，走。每逢梁迪休息就是虎豹最开心的时候了。一会儿玩球，一会儿玩绳子，虎豹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这次来到非常六加一栏目组，梁迪本想专心改变一下自己不够温柔的形象，可虎豹的出现却给他带来了不少小意外。你现在一直保持着一种状态，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没有对比，而且开唱之前和间奏这样的空隙当中，你要适当的给自己有一些呀。不好意思，再帮我拿一口，我接个电话。这个你快点，我还有事儿呢。瞧给顾磊知道忙活了，都不知道该把虎豹放哪儿好了。怎么了？去。刚才梁迪呢谈到了，在短片当中谈到了，就是女警官啊，又带着这个虎豹，需要有一些寻找女人味儿。啊，温柔阴柔一些的，不要紧。今天呢，我从女儿国给你请来了一位嘉宾，来，有请陈万民。
上过非常六加一的舞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梁迪梁警官啊，可能他的职业的问题啊，可能有关系啊。他呢，希望有一些温柔啊。你能不能和梁警官交流一下，怎么样能够阴柔一些呀，温柔一些呀？我首先我觉得梁迪他特别的棒，因为他展示的是现代女性特别干练的一面。我也挺棒的。勇哥当然是非常棒的。当然，如果梁迪他想要温柔一些的话，我建议他平时可以学一些舞蹈。学习舞蹈。对，你别老弄着去拽着狗在那玩儿。因为舞蹈它可以陶冶情操，还可以舒缓压力，真的蛮不错的。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比如说，我觉得我平时在台下，我有看到梁迪，他平时走路就喜欢插着那个手，然后就走路就大步流星的，像那个特别干练、特别潇洒。我觉得。如果要女人的话，她应该就走路把那个手要放下来，比如说像我这样。梁迪，你走走，手放下来。他捣乱呢，这。没事，我你不怕呀？梁迪啊，你要带着他，你走出花儿来，别人也不敢走近你。又把门打开了。他倒可以哈。万明，你教他跳舞。可以呀、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啊，肚皮舞当中的西米，膝盖前后交替的做，前后啊，绷直，手打开，身体两侧，快，他不让我学。教你舞，那你让他别捣乱行吗？他不让我学呀、他不让，那就这样，陈万敏呢？陈万敏呢？我也就介绍给你认识了，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跳一些风情舞啊，这样的可能增加一些女人的妩媚。好，谢谢陈万敏，谢谢。还是这样，打开梦想宝盒，看看主人公的愿望。来，交给我。与第二排右数，一二，第二排右数第五个观众，一二三四五，发生一次美丽的邂逅。你好。大家好。你叫什么？我叫杨旭，今年25岁。杨旭。对，梁迪好像是你来六加一录像的时候耽误了一次相亲，是吧？不会是他吧？有缘千里来相会吗？有缘千里来相会。他就是要跟你相亲的那个杨警官。你说说呗，你对梁迪。温柔善良美丽大方。温柔善良美丽大方。谢谢。你对梁警官满意吗？满意。可是杨警官他有这么一个要求，要想接受他必须接受他。你能做得到吗？能。可以不用这个吗？我想用不着。我相信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场邂逅，会是我们美好的开始。在此我要向大家郑重说明啊，因为刚才我都有点懵，这的确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梁警官，那是杨警官，你对杨警官刚才的表白，你现在也表个态度？回去再说吧。梁警官的话呢，也是一语双关的。你耐心，节目结束之后呢，找一旮旯角请他吃个饭，慢慢的说怎么回事。你能去吗？我就别掺和了，我一灯泡，我从来不当灯泡。我没有，我意思，不报交给你，不报交给我。那今后可是你闺女啊！那我说早了，这话说早了哈。谢谢你，杨警官，谢谢，祝你成功哦。梁迪警官，接下来你要送给大家什么才艺？送给杨警官什么才艺呢？让他看看。一首飞翔女人的情歌，遗失的美好。遗失的美好，来让我们大家记住二号主人公梁迪。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繁雪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的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飞翔六加一，欢迎继续收看。马上就是今天最后一位也是第三位主人公要和大家见面。第三位主人公简要和大家讲一下哈，光结婚他就经历了100多次。先透过一段微信了解一下他老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张亚胜，今年呢30岁，是来自于山西。那么说到爱情呢，我已经真真切切实实惠惠的经历了107次爱情。说到这里呢，您一定非常吃惊，您可千万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一位汉唐婚礼主持人。
说到我自己的爱情梦想呢，我就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也希望我和我的另外的一半能够早一点进入婚姻的殿堂。来，有请三号主人公张亚胜。见张亚胜啊，就有一种就是好像要参见娘娘那个，咱还是这样方便哈。你好，张亚胜。勇哥好，欢迎来到非常六加一。这一身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汉唐婚礼主持，确实是。你们有这个，比如用歌声来向新人表示祝福的吗？有，也有。其实勇哥哈，我其实也算是这个半路出家，对这个婚礼啊，也不是了解特别透彻。我至今为止还没有了解到这个在古代婚礼当中究竟要唱什么歌，所以呢，我就改编了几段戏曲唱给新人。你说你也没见到过古人婚礼上唱不唱？我印象也不深了，那时候我还小，就是所以记不太清楚了。你唱唱，我就能看看我能不能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好吧？好的，嗯。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唱的不是这歌啊，青花瓷。青花瓷。哎，怎么叫个汉唐婚礼？我没经历过。勇哥这样吧，来上。我的意志本来就不坚强，你们别再这么鼓励我行吗？我结过婚了。勇哥，你亲自尝试一下就知道什么叫汉唐婚礼了。你不知道我媳妇儿的脾气，你跟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汉唐婚礼是怎么个意思。这个汉唐婚礼呢，它就是穿唐朝华服行汉代礼，两个朝代结合在一起的古典婚礼，就叫汉唐婚礼。我太想试试。就是。但是呢，我还是怕出状况，那出人命的那个。我很无私，我把机会呢，我让给现场的朋友。嗯，好吧。来，小梁两对，来，你们俩上来，把衣服放那。现场找两位。来，张亚胜呢是汉唐婚礼的主持人，现在呢这汉唐的衣服都已经服饰都准备好了。来，四位侍女，漂亮的侍女，现在你们两个人呢去换换衣服。好，谢谢四位姑娘啊，谢谢。趁他们去换衣服的时候，咱们聊点别的呗。好，张亚胜，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当时我特别喜欢咱们古代当中这种小挂件啊、小饰品啊，然后就慢慢的研究他们，然后慢慢发现啊，古典的古代当中有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婚礼的仪式，我就把其中啊最有意思的部分挑出来，把它组合成现在的古典婚礼，然后就做起了汉唐婚礼。对，学习一下啊。那这还叫凤冠吗？凤冠，我戴的这是唐朝的一种装饰。哦，它不能叫凤冠了，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四仪冠，它先亮场的时候一个装饰，就非常豪华。唐朝的，对对对。那哪有汉朝的特点？首饰。首饰是汉朝的特点。首饰，首饰是汉朝的。啊。那这衣服和鞋，这都属于是？这个鞋子呢是挡鞋啊，我理解它是用来挡裙子的，也叫履。那这个衣服呢，它整个的这种设计呢，其实是唐朝的一种设计。那么它体现的呢，汉唐当中体现的这个汉呢，就是主要是首饰，还有它的整个仪式的规则。你正面面向大家，很雍容华贵哈，这就想起了这个汉唐时期。我如果走在宫里的话，见到全都是这样的人啊，漂亮啊，那就是满城尽是黄金甲了。那待会儿他俩上来以后呢，你要给他俩来一套汉唐婚礼。对，汉唐婚礼。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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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会走路吗？一般穿着衣服都不会走路。好漂亮啊。你别踩着裙子。今天借你们俩呢，就是向大家来演示一下汉唐婚礼，由张亚胜来主持，你们也体验一下，机会难得。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啊，我主要先来说一下，因为在很多的朋友都说，一说到婚礼都说拜堂很重要。哦，其实婚礼就是拜堂嘛。对，但是呢，比拜堂另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在古代当中就是执手礼，它是夫妻呢第一次的肌肤接触的一个礼，而且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所说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由这个礼演变来的。哦。下面呢，我们觉得在现场的时候，勇哥，我们给现场的朋友展示一下我们婚礼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执手礼。那首先呢，我们先演练一下好吗？好，来，请我们的一对新人，请你们面对面的站好。哎，把你们的手伸出来，新娘手心向上，新郎手心向下，爱手心相贴，这是我的第一句话之后，也就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请你们俩反转手心，新娘手心向下，新郎手心向上。好，那么第三个呢，就请你们一手相牵，一手分开，面向观众，非常好。第四呢，请你们向观众行礼鞠躬，来一下。啊，太好了。下面呢，我在现场呢演练一下我们的这个古典婚礼当中的执手礼，请按照我这四步来做好吗？好，有请新人行执手礼，面向而立，执子之手，与子共饮，执子之手，与子同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同归。那这执手礼结束之后就可以进入洞房了吧？对，其实这个礼完了之后呢，是可以进入洞房。但是勇哥，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勇哥对这个婚礼特别感兴趣，观众朋友特别感兴趣。古代婚礼当中啊，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执扇。展扇就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娘子啊，她在上台的时候啊，别人是不能看见她的脸的，她需要有一把扇子挡着她的脸。那么新郎官，你怎么可以看到新娘呢？你要吟一首诗，新娘子开心了，满意了，合格了，她才会在主持人的一声令下把扇子展开，露出她的花容月貌。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怎么样？好。你紧张什么呀？吟首诗不要紧，我会帮你的，大家都是男人。诗呢，我们会挂在大屏幕上，你照着读就行了，要深情的读哈。这勇哥太照顾你了哈。深情的读好不好？来，
拿着麦。有请新郎迎妾善诗。深情的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新娘子我还没说话呢就展现了，就她就怕这个男的，她怕她男朋友难堪死了都。玉面桃花腮，新娘展朱颜。可以鼓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入洞房了吧？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入洞房了。所以两个人呢，还要手拉着手入洞房。啊、哦，扇子给我，这、就是我借给你的。话筒也给我，手拉手来入洞房。你看这走这两步路，就跟踩高跷似的。刚才好像是在短信当中，你说你主持了107次婚礼，对，不对？为什么？刚才还有一对儿。108次，多吉利的数啊！108次了。其实为了汉唐婚礼、嗯、啊，张亚胜呢，他把自己的时间反而给搭进去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要不？来到张亚胜的家，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这屋内满满的红色。我特别的喜欢红色，您看呢，我屋里的沙发是红色的，地毯是红色的，我的衣服也是红色的。我觉得红色呢代表了热情、快乐、幸福，所以呢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红娘。那我为很多的新人呢操办他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婚礼。你看，这都是我办过的婚礼。现在这个婚礼啊真的是越来越精致了，你看呢，光是这个新人用的糖盒就这么多种。你看这种，这个呀就把中国的剪纸还有这个中国的吉祥的寓意全部融入到糖盒当中。还有这个中国的小钱包，你看设计的非常的精巧，而且呢让所有的宾客感觉到这个东西看到它就像分享新人的甜蜜和幸福一样。说起与婚庆有关的行内知识，张亚胜头头是道。每天都为别人婚礼忙活的他，一提起自己的婚事，可是另有一份感受了。给新人办过这么多场婚礼，办婚礼的时候都挺开心的，办完婚礼之后呢，就莫名其妙的挺惆怅的，因为好多姐妹都说，哎呀，张亚胜你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一问到这事情，我都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人家，因为传统节日再加上什么十一啊、五一啊，这种好日子你想也别想，因为根本轮不到你，都是给新人办。我们自己的婚礼是一拖再拖，所以如果说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一个办婚礼遗憾来讲的话，就说不能给自己办一场婚礼。亚胜与男友小谢恋爱已经有3年的时间，小谢平时喜欢学习书法，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对于女友张亚胜的工作不仅是支持，而且是全力帮助。说起他和亚胜的婚事，小谢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婚礼每年都有计划，但是每年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上婚。亚胜你看着办吧。亚胜，今天我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实在是想结婚了。小伙子叫小谢，我看那样虽然装着平静，内心里挺着急的。他家里催过他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催过吧。他不好意思催你。对，他说没关系，他说我等着就行了。你总得给人表个态吧，你愿意嫁给小谢吗？你愿意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吗？我愿意，我很爱他。哎呀，依然我们要为主人公打开梦想宝盒。
大家看看一枚钻戒。小子上来，其实我刚才余光已经看着一个小伙子这样举着已经站了半天了，打开让大家看看清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小谢啊，捡日子不如撞日子啊。戒指是你送的是吧？是。刚才跟阿兄也讲了，他很渴望，他也很爱你，渴望走进婚姻殿堂，人都这样说了。亲爱的，嫁给我吧。哎，汉唐时期的男的向女的求婚是怎么个求法？求婚有很多种，勇哥我可以挑一种吗？可以。我想让他帮我把这个戒指戴上。必须的。来，啊，哎哎，古代人有这样的吗？还没行礼呢。来，你来，这个也给我站好了，勇哥。嗯，其实我今天在这里吧，我特别的高兴，也特别激动。然后呢，我觉得吧，我一直以来我挺愧疚他的。愧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一起策划这个汉唐婚礼，每次在办汉唐婚的时候，我都会是站在台前当主持人，大家都看到我最靓丽、最风光的一面。可他为汉唐婚礼付出了非常多，他都是在幕后默默地支持我，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辛苦，只有我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婚礼是汉唐婚礼的形式，但是目前为止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用这样的一个婚礼形式能给我们主持婚礼，这也是我们俩最大的一个遗憾。他不催你，我现在明白了，他是要尊重你的事业，不耽误你的时间。你刚才感到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人来主持这样的汉唐婚礼，没有问题，你的对面也是一位主持人。真的可以吗？两位新人互相看。汉唐婚礼准备开始。执子之手，与子共饮。执子之手，与子同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誓死不是，与子同归。接下来呢，我们就免去斩扇这个环节了。现在我们隆重的掌声送给这一对新人，祝福他们白头偕老。虽然我不是很到位，但是我努力了。接下来呢，要请他们入洞房，就单独请新郎一个人先入洞房，因为他的新娘子我要借用一下，谢谢。再见啊，再见。一会儿把你媳妇还给你啊。为什么要留下张亚胜呢？因为梦想舞台他还没有表演才艺呢，哈哈。送给大家什么？我今天特别的高兴，我也感谢我这么多的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俩，我也特别的谢谢勇哥。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呢《套马杆》，我希望呢天下所有的好姐妹们都能够套到一个好老公，而且呢我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婚姻幸福，拥有自己的爱情。来，让我们记住三号主人公张亚胜。
天绿他明年向远方，给我一只熊，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塞在他手上，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给我一次邂逅在清醒的牧场，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像大地一样宽广，这三位主人公他们的性格、工作、才艺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现在呢马上要评选出一位非常明星，谁是非常明星，他将获得由金立手机提供的荷塘系列音乐手机。我们再次请上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的三位主人公，一号主人公张瑞，二号主人公梁迪，三号主人公张亚胜，我知道大家一定很为难，三位大美女选谁呢？没有标准，大家的标准就是非常六加一的标准，喜欢哪个号码就投他一票，请拿出你们的选择器，请选择。一号主人公张瑞，话说一半蒙我喝了一口定情酒。二号主人公梁迪警官，我发现他女儿不在身边我自在了好多。三号主人公张亚胜，在现场呢找到了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我们也领略到了什么叫汉唐婚礼，执子之手视死如归，与子同归，好想说清楚这句话说不清楚。那大家如果选择完毕的话，请大声告诉我你们为几号投票了。二号、三号、一号、一号、三号、二号，哇，竞争激烈哈！一号、二号、三号、一号、二号、三号、三号。今天的非常明星也许是一号主人公张瑞，也许是二号主人公梁迪，
也许是三号主人公张亚胜。现在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感谢大家投下的这一票，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期非常六加一的非常明星是啊，三号啊，今天的非常明星也许是一号主人公张瑞，也许是二号主人公梁迪，也许是三号主人公张亚胜。现在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感谢大家投下的这一票，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期非常六加一的非常明星是张亚胜。恭喜张亚胜成为了今天的非常明星，也要感谢张瑞还有梁迪。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李勇，下周见。